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大家开箱介绍的是 Roland JC22 电吉他音箱。外观的话会觉得 JC22 跟 JC10 长得蛮像的，那 JC22 其实可以说是 JC10 的缩小版。在效果的部分，经典的 JC Clean 以及它的立体和声效果，还有两颗单体喇叭，它都是有保留在这颗音箱上的。那这颗它的瓦数是设置成家用瓦数30瓦，所以如果是要在家里练习的话，这颗其实蛮够用的。介绍一些基本的使用说明。 input 这边，它这边有两个输入端。好，那再过来这边，如果你还没有按下去之前，它的声音会比较平均一点，那按下去之后，它的高频就会比较突出。再往这边看，音量高频、中频、低频，它过来这边 reverb 残响，可以自己做调整，营造出你自己想要的空间感。那再过来这边这个部分呢，它有两个旋钮可以做调整，分别是速度以及程度。好，那我们后方面板可以看到有两颗非常明显的6.5寸单体喇叭，那上方它有设置很多接口可以供使用，像是耳机接口，让你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对外保持一个静音的状态。那 line out 的部分可以接混音座或是录音机。好，那另外这款音箱它同样的有支援脚踏开关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 Roland JC22 的产品介绍。